桌点满满澎湃的料理，这全部拢是德山社区大学第五特色小食班的学员所共同料理的成果，而且要来请大家吃看，滋味到底好还唔好？都好吃，真好吃，买来吃啊！袂歹，真正有特色，吓哦！但是就是讲吼，较食班的落影啦，袂歹啦。哎呀，咱做大吼，真正有咧研究啦。德山社区大厦第五特色小食班，为着要让大家会当看卖因煮食的手艺，同时接触来回馈地方。今日是特别来到保护社区，煮一顿澎湃的料理，来请社区长辈享用。看到大家拢食甲嘴笑目笑，就知影这顶校园煮食的功夫确实不得了。我了都有答，以后呐，拜有机会吼，咱啊共创什么办什么活动，我能去改吼。无算我做无迄个义务工作，就对安尼啦，吼。算有会甲因回馈，啊，互因那咧叫咱创啥，咱就甲因话来去甲斗帮助，大家甲因讲安尼用安尼用安尼甲因教安尼啦，嘿嘿。哦，啊，我来感谢廖老师，廖老师吼来甲阮指导诶，来甲阮教，我怎做好今日一只好诶菜色。大家唔若有口福，会当享受一顿澎湃诶料理，卖当趁出机会互相交流促进感情，每一个人拢是有讲有笑，一边食着好食诶饭菜，现场是充满欢乐诶气氛。今天吼，就是咱社区大学美食班，吼，为了回馈社区，所以选阮保护社区来办这个回馈的这个活动。啊，阮非常感谢，啊，阮配合阮的汉乐团，跟阮海豚家族来在做些表演，吼，即大家同乐。一方面呢，展现他们学习的成果；一方面呢，也表示我们社区，热烈欢迎，社区大学。美食班来阮遮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有好料的汤食，又搁会当互相讲起联络感情，充满快乐的气氛。你讲这款的生活，是不是嘛是一种简单的幸福？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